全新第10代 iPad， 包括所有配件，一起来开箱，把机器取出来。我的这台呢是蓝色，跟 Air 5的那个蓝色比较接近。我还专门拍了其他的颜色和保护壳，给大家一些参考。刚刚已经几乎完成了这次的升级点，还蛮多的。首先统一家族语言，直角边框了；再就是取消 Home 键，做了非贴合全面屏，所以边框会宽一些。Touch ID 也转移到了顶部的电源键，还有这应该是苹果首颗摄像头在侧边的 iPad。充电接口也由 Lightning 转成了 C 口，遗憾的是没能支持二代的笔，所以接下来演示如何连接一代，我们就需要这个专属的转接头小工具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头是 Lightning， 这头是 Type C。先拔出笔帽，插入 Lightning 口，还需要一根 C to C 的线，把 C 口插入，这一端再接入 iPad， 就会弹出配对的提醒，就能很快的连接上了。这一系列操作确实嘎嘎变态，但也只是在首次连接的时候需要，之后就会自动配对了。苹果这次还为新 iPad 出了妙控键盘双面夹，来一起拆一下。整个是这样的，采用分体式设计，这个呢往背部一吸，这个支架是可以多角度调节的，有 logo 的这一面是顶部多一行的全功能键盘，这里呢是触控板，这底部呢有一个触点，往上面一吸，就让入门款 iPad 也能更好的做到生产力，而且强劲的 A14 芯片也能很好的满足娱乐需求。只是3599的起售价和双面夹1999的价格，大家会买单吗？